大家。那现在呢，我跟文当准备要带马吉去米亚麦里。日本当新生儿满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些很特别的仪式，通常都会在神社进行，就是跟神明报告说小孩子已经出生了，神明呢就会为新生儿祈求健康平安。就其实日本的习俗是满月嘛，但是因为满月的时候真的太忙了，然后我们两个还不习惯带马吉，所以我们是等到现在他已经两个月大了，我们才敢带他去米亚麦里。今天呢，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仪式哦，马吉，你要加油哦，好开心啊，今天又可以出门了，对不对呀？今日はもちお土産にするんだよ。楽しみだね。今日は神様に会いに行くよ。神様にちゃんと自己紹介してよ。我们要去见神明了哦。你要跟神明说谢谢啊，把你生得这么健康，对不对啊？楽しみだね。爸爸现在去牵车喽。你先坐好好不好啊，我们要开心一起出游。你好可爱哟、哦、多少啊多少，怎么啦？妈妈来了，怎么啦？没事没事，妈妈来了，对不对？换完衣服了，呀，全身コーデ，ブーン。那因为我们有预约神社的米亚麦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要进去，然后让神社的人帮我们马吉做祈福。ルーちゃんが今着てる着物は、私がですね子供の時にお米亚麦里の時に使った。有传承的感觉。然后马吉这个白色的帽子，还有这个有大力卡给的，是我从网络上买的，就好像这样子才是一整组的米亚麦里的正式的服装。本当すごい感慨深いね。嗯なんか本当にね、泣きそうになる本当。马吉突然心情变不好了，文当现在在安慰他。やなおたね。神様もお祝いしてくれてるよ。開心まよかったね、モチ。那这次我们米亚麦里回来的神社有给我们两个礼物，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拿到玉手跟梅干，那这个梅干呢，它就是给神明庇护过的，可以祈求健康。然后还有一个玉手铃，哇，是可以哈基米的碗。日本的小孩呢，在差不多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呢，也会进行一个这个仪式，就是要准备一些饭菜给三个月的小朋友，但是呢不会让他吃，就轻轻让他碰一下嘴巴，代表他这辈子肚子都可以吃得饱饱的。哇，还有送这个好用心哦，有一双筷子，还有两个小碗，我刚才。拆了一个碗，好可爱，好精致哦。早安，吉摩，今天呢要跟爸爸跟妈妈一起出去买东西哦。刚才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文当被一个奶奶搭话。おばあちゃんは孫が5月に生まれるから、孫になんかプレゼントをしたいらしくて。そのプレゼント何がいいかっていう相談をね受けました。まあうちのお母さんとルーちゃんのお母さんが何をあげたかっていうのを聞かれて、それこそ今のこの服はうちのお母さんがプレゼントしてくれたものなんですよって言って、あじゃあどこのって聞かれたんですけど、それこそどこのか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こういう風に下がね空いてる方がおむつとか買いやすいから、こういうスカート式の方がいいですよっていうのを言った。その時チーム結構喜んでました。我们现在看宝宝的衣服，好可爱呀、啊！これ。哇，好可爱哟、哦！これ超可愛いね。这个衣服是我们在月中心都看到的。これも70。哇，这个 Mickey House 的系列太可爱了，因为我超喜欢熊熊的。哇，这个水壶好可爱，好想要给马吉。对于马吉来说，这个还太早了。我的妈，超可爱的！このバッグ持ちにあげたい。ね。我这个小学校，いや幼稚園ぐらいかな。嗯，これで一緒に動物園行きたい。我跟文当现在两件犹豫，不知道给马吉选哪一件。
然后文当说给马吉决定，看他先看哪一个。こっち見てるね。まあ私とプちゃん的にはこっちの方が可愛いけどね。でも決まってるやん。チもこっち見てるから。多分ね赤があるから。じゃあどっちも。パパ甘えちゃダメなの。今天这家伙在短时间之内喝了一次奶跟大了两次便，我跟文堂一直疯狂的冲母乳室。哇 ，Familia 这间好可爱哟。可爱いね。どうもち。好可爱呀、啊！我们决定要在 Familia 买这个两个，这一件衣服，还有这个不知手册收纳袋，这个超可爱的，而且它里面呢还有很多夹层，可以放很多医院的卡，还有马吉的健保卡之类的。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耶，買いました。刚才有别的小孩尖叫，马吉被吓到，然后就吓哭了。我觉得他每次被吓哭的哭法都超可爱，然后我们每次他被吓哭就来安抚他，他就会冷静下来。大丈夫だよ、大丈夫、大丈夫。可愛い。似合ってるね。可愛いな、買ってよかった。70でもまだまだ着れそうだね。うん、可愛い。可愛い、似合ってるね。我们现在在家里看电视，然后马吉也跟着我们一起看电视，好可爱哟、哦！你在看电视里面的妈妈哦，可是现在妈妈也在这里耶，猫猫。他在看电视，他都不理我们。你也看到镜头啦，大家好。我们马吉的头发呢，虽然很多，可是他旁边这两边就是比较少，他中间这边超多的。今天呢，我要挑战第一次带马吉跟朋友去吃饭。那我今天要跟鱼丸吃饭，我们约了一家在东京下北泽的亲子咖啡厅。那现在呢，马吉还在睡大头觉，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他的打呼声。他真的睡得超熟的，希望他等一下出门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一直睡。这家亲子咖啡超酷的，你现在还什么都不能吃，你只能喝奶奶哦，宝贝啊！看个小脸脸，可爱哦！怎么这么可爱呢？鱼丸阿姨说你好可爱呀、啊！我在看这个熊哎，你看那里有熊熊、狐狸，还有鳄鱼耶、哦，还有熊猫跟老虎哦。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给你看好多动物，好不好？妈妈可以把你放下来吗，先生？我现在要去泡奶，鱼丸先帮我抱一下马奇。大家早安，现在我要去表参道的牙医去回诊我的牙套。唉。讲到牙套是一个很长故事，其实我这个隐适美已经戴了两年多了吧，还是三年。当初他是跟我说一年半就可以结束，可是因为中间就是牙齿没有合，所以又重新做了一次。然后现在好像又不合了，可是我每天都有戴24小时哦，所以我就开始有点想要放弃，就觉得算了。而且中间很尴尬，还经历的就是牙医破产。可是在那个牙医破产之前呢，我的担当医生他就自己出去开了另外一间，然后叫我去另外一间，结果后来就出现那家牙医破产的新闻，就觉得一切都很荒谬这样子。好，反正我现在要去回诊一下我的牙齿。哎，爸爸讲的啊，元気です。毎日可愛いです。天哪，我现在头发超油的，想要反正等一下就要去弄头发了。那我现在呢是来到美容室附近有一家看起来很好吃的寿喜烧，感觉蛮厉害的耶。本日の牛肉が千葉県産の牛肉です。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天哪，我每次看到镜头觉得我头发现在真的好湿。其实我不是没洗头，我是有洗头，只是出门前太赶了，所以抹个发油就变这样了。离我刚才吃午餐的地方呢，美容室走路大概只要30秒。那我染头发就在这一家 No.76，这一家是紫米雷推荐给我的，因为他们这个美容师人真的超级好，我也很喜欢他，他叫做五味小姐，然后技术也很好，所以我染头发的都会来他这里染。我现在头发超级杂乱的，很期待先染头发跟剪头发。哇，这真的现在要找个时间剪头发都很难。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ます。现在漂完一次头发，久违的金发。然后等一下要正式上色，大家看我这边比较浅的颜色是新的头发，然后下面这边比较深一点的颜色是之前漂过的痕迹。我头发染好了，好喜欢这个咖啡色哦！啊，已经黑发这么久，好久没有这种头发了。すごい好き。本当に、もうようやく今日から卒業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回家就来陪我们的马吉。今天在家有没有跟爸爸乖乖的啊？有没有没有吵爸爸？我马吉的头已经抬得超高的。哎，其实我觉得我儿子跟我长得很像哎。你有没有乖乖没有吵爸爸？宝贝，你有没有乖乖没有吵爸爸？你的脖子好硬哦，好厉害哦，你可以一个人抬好久哦。妈妈，你看，妈妈你看。前阵子我们买给马吉装在床上转来转去的东西来了，我们家现在是有妈妈丝跟爸爸丝的，可是因为他那个是要像音乐盒一样，你要自己转，他才会放音乐才会转，那就不会电动的一直转一转一转。那因为马吉他非常的爱看那个东西，我们想说他如果这么爱看的话，我们就买一个就是像这样真的是电动还会放音乐的给他好了。どうなんだろう。いろいろいっぱいつけた方が楽しいよね。我们文当组装完了，现在就看我们马吉买不买单。今から遊園地連れて行くよ。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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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我可以看他买不买单呢？看呀，看，見て。喜欢吗，宝贝？他现在还不习惯，我们就继续看他买不买单。我们文当努力组装的，现在马吉好像习惯了，而且我们发现这一台他居然会讲话，超酷的。一下你要什么呀？这么可爱呢？可爱着呢。呱呱呱呱呱。君と終わらない